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很高兴啊，扎老师啊，王蒙老师这个夸我们成熟了，那我们真的就是成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出人儿，王老师，是你别看扎老师半年在中国，是半年在美国，是人在美国混到一个什么程度？哎呦啊，奥巴马这平常啊，不知道怎么治理国家，是都要问政于我们，这给我们挖坑呢，挖坑专业毕业的，无图无真相啊，是有图为证啊，你知道吗？哎，咱们现在给大家看看这个，你瞧没有？你瞧没有？背对着的啊，这是扎老师的替身，扎建英老师，这是在哪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在白宫的一个会议室里边，叫 Roosevelt Room。啊，然后你再看下一张，你看扎老师基本上坐在这个，我就说基比拉登的时候，希拉里的位置，这个跟这个奥巴马已经在白宫里开会，这是啊，对，这开一个 对小的咨询会议。行行。现在这个我国安全部门也把你记住了，好好看自己。这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他还挺注意收集。对，不是，他这个奥巴马是去年了，就是他就咨询一下对中美政策有什么建议，他就请了一些就是所谓的学者、专家、作家，那次就请了五个人嘛。嗯，我是之一。然后呢，就最近这次呢，又是拜登，就是说也同样的会议又请了四个人，然后我就所以就去了哈，然后就开一个很小的咨询会。我是怎么提起这，你提起这件事儿，我先说特别特别没出息的一个，我就说我先联想的是，就是这么按说你这个总统和副总统级别的咨询，你让我们来，至少你应该报销个车费吧。所以我第一次不知道奥巴马说，那时候我刚从印度出差回来，我说那我们这个来了是不是得给我们报销一下，我从纽约至少得坐个火车去吧。这还用问吗？啊，一分钱没有，人家觉得我问的奇怪，你这个完全，然后到那儿就一杯白开水。哦，这个奥巴马问政于你，不给报销是吗？但是而且呢，我就说他这个为政府服务的，美国政府服务的确是低工资。为什么呢？就是他当那个照片旁边，坐在奥巴马旁边，他带的那个三个随员之一叫 Jeff Bader。这 Jeff Bader 呢，是他的等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最高的亚洲顾问，总统顾问。过了半年之后，他就辞职了。后来我又见到他，在午饭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 Jeff，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为什么辞职了？能不能给点就是真实的原因？他公布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说为什么。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建英，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60多岁了，我在奥巴马的这个内阁班子里已经是年纪最大的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是我当这个政府官员，在这个我这工资太低了，在我这年纪我必须得挣点钱了，嗯，所以他必须得辞职出来。辞职出来以后，你可以比如说企业顾问或者什么，或者甚至去讲学写书，你都可以卖得多。所以他其实是政府官员是薪水很低的，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工资不高啊。当然你可以说他有一个经验，有一个资本之后，他离开政府之后他可以，他在方方面面都体现这个政府是众矢之的，所有人都盯着你这个是不是大政府在花纳税人的钱，所以这些小的事情报销什么一概都没有。不过我还是不，他这个我说和他和这个社会的状况啊，以及他找的这些对象啊，这些人呢，我想也有关系。嗯，可能啊，当然我不了解，可能他官方呢认为呢这几个人呢还是起码算中产阶级，是有这个相当的生活能力，估计能也有问政的兴趣，也有发表意见的兴趣，他很甚至也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件好事，是一个机会。哎，那他们不挺自肥的？天琢磨这叫贫民窟来的，我们派车去接。那这要是自个儿有工资的，不，您要是。他要如果想见见失业工人的话，又不给报销，让是从另一个城市跑到 DC， 我看那人家直接就去占领，那人又不去了就完了，别说很简单。所以他这还是有他的这个社会条件，包括经济的条件。而且呢，这次扎老师这事儿啊，弄出一个我觉得一个问题啊，就是语文问题，这也是王老师一向感兴趣的。就是我一直以为打官腔是咱们的文化啊，但是呢，
其实美国人也打官腔。对，就具体说，就这次吧，就我说见拜登这次哈，嗯、见完开这么一个小会之后，白宫会有一个正式的，就他给发给各媒体，包括他政府各机构一个公告，就是这个会议是请了谁，谈了什么，然后这公告马上被媒体分析。我就看到了一个还很重要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一看这个就是打官腔，说他这个公告文件完全写的就是很流畅的一套官腔，证明实际上他们不打算在这个讨论的问题上要真正要做任何事情。啊，他这个呀，我是觉得呀，人们会形成一种对语言的感受，嗯，一种就是咱们说话。一种呢就是八股，嗯，这个八股是不是都是官腔？我现在我很难说，因为有些它和官没有关系。嗯，我举例来说吧，我这个去年九月份我参加我71岁前上小学的那个小学的开学典礼。什么叫71岁？七十一年以前上的那个小学。嗯，那个小学生啊，致这个开学典礼的致辞，全部都是八股啊，就是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领导，我们今天是然后是祝我们的会议圆满成功。这词儿绝对没有一点新鲜的，嗯，而且他是念稿，嗯，所以这个八股。哎，我正好想问您，王老师，您70年前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的开学典礼，那时候的学生念稿是这样的吗？我想不起来，这我71年前的学生，开学典礼有没有学生讲话，我都已经忘了。哦，因为有一种说法，这有一种新的问题，社论问题。对了，不，这是一种，嗯，还有一种就是朗诵题。对，嗯，现在特别多，比如讲演、讲课。对，讲课呢用朗诵的方法。没错。比如说咱们现在讲，我用一个朗诵题，我可以说怎么讲？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讨论一个重要而又非常受人关注的问题，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相信大家会很有兴趣的来听我的讲演。挺起范儿的，这个就是您太熟悉了。这个你听着呢，你这些东西你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听着后你特服，说这哥们怎么一开一张嘴就是做朗诵啊，没错，出口成章啊，这叫出口成章，出口成章啊，是不是？这个是怎么练出来的呀？对，从小练出来的。我因为看我女儿上小学，您瞅我从小练出来的，我没练不着。不是，您是学的呀？您平常讲话不这样吗？这个我过去有一个观点，这个出口成章啊，嗯，是很可怕的，出口成话嘛。怎么可能出口成文章呢？对，这是很恐怖的。书面化，这说的好。八股出口成章，对啊，朗诵化。不，你要是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啊，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我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个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我碰到好多人，而且还有一些老的领导，有些级别很高的一些领导跟我说王华，我们爱听你那锵锵三人行，尤其您在的时候，说听着你想变大，那不一定。有扎老师在，有咱们文涛在，人更爱听。所以我听着，就是听着你们呢，都是在那好像说话都很自然，都那想什么说什么。是，其实咱们也不能绝对的想什么说什么。对，说您还得有个掂量，哪个话该怎么说。对，但是您也得看着像想什么说什么。你不能啊，你反正你话是真的。反正你第一你不能八股，没错。第二你不能朗诵。嗯，如果我要跑到您锵锵三人行这儿来，又朗诵又八股啊。那够呛，因为咱们我看您这个节目很快就关了，没错，就办不下去。因为咱们说实话是即兴是吧？即兴的一个谈话节目，这四声面包，即兴的确很高。对，因为我也碰到过一些就是很喜欢看这个节目观众来问我说这，哎，你去那儿做节目，能不能告诉我你们都预先怎么排练的呀？我说我没有排练，有的时候就是在那之前才知道，基本上话题是开始之前说点电视上不让说的话，正式开始了，行行，
说这个我是很有感触。我因为我这个阅历浅呢，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可是我现在痛感到啊，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国人啊，失去了语言。我说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说说忒严重。对，我说忒严重。你好比比如说啊，我在香港这个商铺里，他有他卖东西的语言。嗯。在台湾，吆喝。或者像老北京在这里有吆喝哈，可是我现在啊，到有些，比如说上次我去这个景德镇，我就听见街上这个，你就卖个打折的衣服啊，可是为什么这个喇叭里出来的声音是朗诵体？嗯，你知道吗？他社论是社论的这个腔调嘛，你他在那说啊什么？我叫五毛二一件，五毛二一件。对对对，你说太好了，你说太好了，对，说太好了。他为什么？他变成朗诵体了。对他，你卖个东西，你本来是有你自己。你弄悲壮干什么？没事。我就说他是从小学来的，因为我女儿前几年在上学，回家的时候跟我很苦恼的说了，说妈妈你听听我朗诵一段课文，因为老师老说我朗诵的不够有感情。嗯啊，他是中文呢还是中文呢？所以他就说你看这个朗诵行不行？我一听我就说你怎么用假声呢？他说没有，我这还不够有感情呢，老师说我还得更有感情，得带着感情来读课文。你看不就是你这个吗？这个有一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那个台湾的一位政要啊，到一个小学去，那个小学生组织了朗诵诗来欢迎他，不是一上来，爷爷你回来了，这个台湾呢就变成笑话，美谈，对，笑话，而有的把它变成了那个手机的彩铃啊，就是那个电话一响，爷爷，对对对，当然了，没有，我们也不排除台湾有人的对大陆吧，什么事吧都给他恶搞，对，甚至于不怀好意，嗯，但是呢，就是那个讲话的调啊，他过了点儿。是不是？哎，有时候你那个就刚才那个建英说的这个带感情，嗯，你要带感情的，您就是感情自然一点，差不多，是吧？你要忒带感情了呢，反而变成你是对，你受得了吗？而且这是虚假里边有一个吊诡的东西哈，就是变，就是说，实际上我就是咱们说这个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和大学生，有的时候，比如说中美有一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他们经常我听到的美国学生的反应是说，觉得中国学生特别幼稚，相对来说，他就是或者说他们叫不是特别worldly， 应该就是说不是很世故吧？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就是说认为他们是天真。对吧？可是那实际上你看到的时候，他们俩坐在一块儿的时候，往往是这个美国这边像个大孩子，说话很自然嘛，像他们那个年龄的人，中国学生显得很老成，你知道吗？他反过来好像都是哎，都是说着一种很就是冠冕堂皇的那种话，见得到台面的，但是后边那个人呢，在他们看来这人是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幼稚。而且这个王老师过去有句话呀，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这个中国人呢戏路子宽，你知道，我就从这儿我就觉得啊，这个他实际你要能够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他很多时候啊甚至影响到一切。你比方说有些时候电视啊，你去采访，对，采访一个生活很困难的一个农民，你啊，他对着镜头啊，他说的那个话呀，感觉他像个大富豪一样，对，哎，一切都很好，生活好得很，哎，每天都能吃饱，哎呀，我们就幸福啊，幸福。对，但是你不能责怪他虚伪，因为对他来说呀，镜头这一对啊，他是上了台了，对，上台，好像我们有意思，要拔台面，要拔，对，我们场面上的话，对，那怎么能说实话呢？对，对，你甚至说现在你外面啊，就是小年轻结婚，就是一上台面。他也是这一套，小年轻人结婚呢，那主持人也是朗诵，朗诵，哎，春风送暖，你知道什么？对对对，三月阳光都是这个，没错。还有您好像对这个叫什么这种是什么亲情节目和婚恋节目好像有看法啊？不是这个我呀，我就瞎琢磨呀，我说为什么会养成这个？嗯，就是现在呀，咱们的这个视听节目啊太多了。是吧？婚恋，可以是吧？择偶可以变成电视节目吧？对，非诚勿扰，对，是吧？
这个这个妯娌之间的纠纷是也可以家庭剧场，师生之间的纠纷，嗯，什么都变成节目了。这个情况下呢，就很可怕，因为你在变成节目的过程中，它有一个生活化到节目化的转变。对对，它怎么转变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不好意思。嗯，我怎么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它有假。有假，就作假，有假，有人作假。哎，比如说这个这一场官司，本来官司这个是谁也不知道会怎么发展的，但是这个官司呢也经过导演导好了，说通过一场很尖锐的官司，最后变成俩人啊和谐了，抱头痛哭，然后双方撤诉。对，你比如这个这么戏剧性强的节目里头。有导演的功劳在里头，那当然。可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是生活都节目化了？哎呦，您这个观察真是好。我觉得他这，比如说您提到这个，社会就戏剧化了，不是社会戏剧化了。是咱们现在，比如本来是聊天，嗯，可是我得随时想到这是一个节目。这真是上镜了，这不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科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科技传播，超乎想象。带你同成为知识先行者。粤语科技无限，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传承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这个有个过程，开头中国百姓啊上电视有点含羞带怯，对对，但是这一发了性啊，你发现来劲儿。其实说公平话，这种真人秀还是西风东渐，最早是从美国过来，七十年代就有这种啊，些择偶节目，他们这种 dating show， 他已经起落，已经走了好几十年了。咱们这边刚学过来，还挺生猛的，你知道？那边其实他出了好多事儿了，已经当时被人打官司什么作假。所以我们是这种看戏的民族啊。真是有点戏如人生啊。是，而且看的吧就非真非假，最后都忘了。我就看一个非诚勿扰，说后来他们那个说主持人说他们接到那来信是什么，有一个什么语文组组长还是什么，就是一个高管，正教育部前发言人还是什么，特别喜欢看他们节目，到了外地都要看。因为什么呢你猜？他说因为觉得这里边才有真实的，这他们这里边说话最真实最自然。嗯，您认为他节目吧，他已经都有人觉得这种节目已经是非常真实了，是是，它像真的一样，你知道吗？这种找是也有人认为像这种节目说，哎，能看到一种这个人们难得的一些真实，比如说承认自己的择偶条件啊，甚至是要看你的财富，要看你的什么，说这个也能够袒露出来。不，这肯定的，肯定他这些节目里头啊，他已经。就是突破了很多过去不许说的一些话。谢谢。对，你想这种很按说应该是很私人的事情哈，择偶他上去给你什么灭灯，我一看24个人在那儿，我不要你，多粗鲁，多粗暴的一种行为，你要用一个传统的观点看。这个你说我看的另一个节目，我就不说名字了哈，我甚至我就觉得你这个导演组起的这个作用啊，有点怎么说呢，不善。因为什么？像王老师讲的啊，这个有多种类型，有纯粹是演的，完全是假的，嗯，也有呢半真半假的。半真半假。半真半假呢，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导演呢有暗示。对。你这个暗示今天说起来你就不是个拉架的，你是个拱火的。没错。你说哎，你能不恨他吗？他找第三者，你这怎么能饶了他？对对对。你们就要在现场质问他话。哎，我说你这不是挑唆家庭矛盾吗？是，你弄得他真的就打起来了。对对，有好处。对对对，他要真的打起来了就好了，有收视率了。没错，他弄假成真了。对对对，他们讲这个嘛，不光说是这家庭节目，就是文坛上的斗争，这说是美国的一个事儿，但是我想不起具体名字来了。就是两个人呢，原来写文章互相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个导演就说把你们俩都邀了来，就像咱们这么坐着是吧，说一块互相谈一谈。
可是谈的当中他不断的给搓火。这哥俩呀、啊、本来呀、啊、这意见慢慢的，而且一见面嘛都是这个绅士派头嘛，尖头嘛，对对、哎、然后大家都说的很客气，扎先生您的文章我很受益。但是他这说了受益，他那个观点你能同意吗？当然那个观点我不同意。然后他那就开始反驳，最后俩人真打起来了，进行不下去了，收视率成功了，没错，这个导演得奖了。最后赚了的是你，没错没错。要我说你们是拱火专业和挖坑专业的、啊、就是啊，你不是先挖坑再拱火？对对对，绝对是这样的、啊、是。但有极端的，就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他这种真人秀吧，他是后来最后变成同性恋了啊，择偶都可以择偶。他有一个秀呢，是就是一个异性恋，他有这种就是说叫 secret admirer， 就是秘密仰慕你的人出面来告诉你，对吧？然后这秘密仰慕者呢是个同性恋，结果这异性恋就觉得很丢脸，你知道，就他粉丝是个同性恋，结果这人一转脸在节目之后把那人给杀了。啊，对，出人命了，真有这个，这就走到极端，这有出大事的。所以你看啊，这今天的这个真事儿，这个我觉得我们啊，这个目前这个电视上呈现出来的景观呢、啊，就是从这一集到那一集啊，就像一个全色谱。多种多样都出，一种像也闹到这个程度的咱也有，但是另一方面呢，虚伪到极致的，就像您开头说的，但仍然存在。他说什么话呢？你觉得都是在朗诵？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就咱们现在多种共存一样。但是我觉得王老师讲的这个，我自己思考比较多的有共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以至于造成所有的人只要上台，对，包括你一个厂长上台演讲，对了，公司开个会，他马上他那个就整个风格变了，对，对呀、啊嗯，为什么都是同一个说话的体儿？不，这要一定都是经常。刚才咱们说的那些节目啊，我有一个印象也挺深，就是讲学，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对、他上去一讲呢，一种呢朗诵话。那我就不说了，连腔调都是朗诵的，是吧？嗯，还有一种呢，评书话。评书，他您单田芳哪来的？您不听这个，你干脆就说评书也挺好啊。他为什么呢？他又要讲学问，又要吸引观众啊。哦，对，要吸引观众啊，是不是？你给你变成说书的了。是，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评书化是可能的，朗诵化是可能的，八股化是可能的，啊，大喊大叫是可能的，就是自自然然的说话呢，这个不可能，这个不那么被人接受。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曲江楼观文明启示录》这一套啊，这是您说这是。